这种话太假了。你问过你啊，几两米啊？Thank you.
我们只能做热的和冰的，冰的什么的，没什么冰糖葫芦五块五块，冰糖葫芦五块五块。欢迎光临大米先生，食材新鲜，门店现场自由搭配，全天供应，分装更安全，让您用餐更安心。就我骑电瓶车啊。走的